车上去银河洞，但是我刚刚错过了10:15的车，然后下一班呢是要等到12:30，所以我刚刚紧急 call out 了就是在新店工作的弟弟，然后请他帮我一个忙，就是载我从新店捷运站到银河洞步道。那我们现在就去等我弟弟的车，然后一起上山吧。走没几分钟就到了银河洞，是这上面。蛮多人就是来这里拍美照的，所以我就躲到了一个比较没有人的角落。其实我的前面是香炉，看看这些风景吧。银河洞这上面的步道一直往上走的话呢，就会到达这个女洞兵神像的位置，然后上面就没有其他的步道了。所以如果要继续走银河洞步道的话，是要回到刚刚银河洞的入口。那我们就先下去吧。觉得这里的步道其实蛮美的，很建议大家如果有来的话，不要只停留在银河洞那个点，可以继续往下走。倍速拥抱感觉真的还不赖。本来呢是想要直接走去猫空缆车站就好了，再往岱寮坑山跟幽人神谷的距离也没有很远，就决定绕过去，然后等等呢再往回走回猫空缆车站。其实这里就是一个小平台啦，就大概就是长这样，就是岱寮坑山的终点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是沿着原路回到猫空缆车咯。回到了就是交叉口，然后现在要往猫空缆车站的方向前进。
其实这附近还蛮多墓园的，如果有禁忌的人呢，就自己斟酌跟看着办喽。走到了猫空缆车站附近了，然后上面的 view 真的蛮漂亮的。那我们现在就往猫空缆车的方向前进吧，然后就要结束今天这一天的爬山行程喽。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